头点又有点不舒服了，头点又有点不舒服了啊，眼前又现出了，那个纽约的法官恩格人呢，还有纽约的那个检察长，他们是这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啊，这个是现在国家机器的一部分，所以病人啊，真的打，真的打，打摧毁他啊。摧毁他以后啊，未来建立新的国家秩序啊，觉得有能代表将来建立一个能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啊，广大选民利益的国家秩序啊，所以呢，先把老的国家摧毁掉才行，因为老的国家秩序把握在索罗斯、奥巴马希拉里这一户的人手上啊。现在呢，为非作歹的都是他们，他们的爪牙，所以狠狠的打，恩格人这个，刚才提到几个名字，一直打，一直在打，一直在打，要摧毁这个国家机器，要摧毁这个国家机器，要摧毁这一些国家机器，好，一直在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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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打，所以打了，头一痛，好，知道了，手指也痛啊，我请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